我们在 City Super， 我老婆说她很想我，因为她三天没有看到我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说实话，刚才不是这样讲的。我就是这样讲的。对，刚才说不是才刚出去吗？你没拿篮子啦，拿篮子。拿一下篮子。我们今天想要来吃鼎泰丰，因为刚才先蔡琳接我的飞机从松山，可是鼎泰丰要等很久，要等45分钟，所以我们就先来逛一下超市，看可以买什么菜。欸，超市的菜有没有比较贵啊？看一下。欸，高丽菜多少钱？看一下。我看它卖多少。有欸，比较贵。真的比较贵吗？比较贵。欸，这边是高级超市，你不要这样讲，那个都有认证蔬菜的。那我看一下什么比较便宜。什么便宜？什么便宜？要便宜买什么？看一下，看一下要买什么？有王公菜耶。不然要买什么？看这里，他写这样哎。哦，这他这边是写中华民国皇宫菜，就台湾产的啦，在台湾生产，因为很多它是进口的，怕是哎，现在青菜也很多美国进口的什么的。你看这个是49，对，这个是69，对。对对，要吃什么青菜好了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芦笋啊，你女儿很爱吃芦笋。很贵啊，你看很贵吗？说那个价格，我跟你吓死你。175啊，怎么那么贵啊？我不知道，你决定好就好了。我决定啊，不好，太贵。啊，现在要吃什么菜？在这边很难挑哎、欸，这边菜都这个啊，这个算便宜吧？青江菜，这蛮漂亮的，58，这算这边最便宜的了。格兰提这个，别拿转这个。龙须菜太麻烦了啊！杏哦，对，最近天堂爱吃杏菜，也算便宜啊，还好49啦。可是菜市场应该会变39。39，应该说不要说菜市场，全联。全联哦，我们过来一点，买两包，买两包好了，因为一包可能不太够。好啊，买两包又太多，买两包走吧。哎，半颗高丽菜，哇，高丽菜现在好高。哦，高丽菜现在好贵哦，欸，半颗89，哎，这样就要60。我芋头量太贵了吧，天哪！等下都被人家笑，真假币拢唔假币给。菜花这边真的卖的比较贵，那个全年大概都贵10块啦，差不多10块啦。这个全年58，可是这个比较漂亮，它水啦，漂亮。我要看有没有卖那个布拉希。布拉希哦。漂亮，哎、欸，这好美哦！哦，贵啊，100。哎、欸，这个好美哦，这蛋糕。哇，这个很漂亮，非常漂亮。然后，哎、欸，我记得这个有个豆腐很好吃，对。它有一家，之前你妈不是要买一，有一家那个豆腐很好吃。记得哪一家？对啊，很好吃。然后这边买个鱼，这边有牛排。这个牛排和牛，不要啦。1、2、5。哎，那天我们这样吃很划算，好不好？我们前上个礼拜去吃和牛，吃到饱。我们应该吃那个超多的。我们看一下牛肉价格，我最近会看牛肉价格，大概就是一公克1块钱上下，就是算 OK 的，就不会太贵。我自己心里这样想。牛蟹，这样300，300，看起来很不错。可是这个我们不会料理啊。这吹吹可以再加啊，你写。吹吹哦。对啊。啊，这哎、欸，这个看起来是280。配合鱼卵。哇，我好想这样子哦，然后这样全部挖到我嘴巴。不然就买一盒鱼卵啊。好贵。买一盒啊。哎，这边有好的玉子烧。这边不能买，我们家还在吃鼎泰丰哎。你买了就要拿冰块啊！真的好好吃哦，这有软的哎。对啊，不然我跟你讲，等一下我们一个人买一个便当，我们去美食街吃就好。看起来好好吃哦。我们刚才来鼎泰丰真蛮夸张的，现在还没12点哦，然后就要排40分钟，这间生意真的很好。想说买一个那个炒什么？
可以做那么大了，我喜欢买小盒一点的啊。小盒也要这么大？小盒100，哦，这个真的蛮多的。对。可是你就，一这还好。对啊，这个还好啦。又有吃的吗？这149一盒，这也是称重的。我看这一公克多少钱？它这个有没有写公克啊？这一公克也在0.8、0.9。回去退完刚好变人。哦，对，晚上就可以煮来吃。好啊，走啊。冷冻的鱼哦，要买冷冻的鱼。哇，这个以后卖鲑鱼耶什么的。对啊，哎，这个我们一次，可是我们家刚好应该可以吃。丢气炸锅应该可以。可以啊，这可以啊。好啊。这一片300多啦，317，一片300。我们目前买这个317，青菜49两包，然后这个布拉吉149一盒。那丸子好大颗，丸子很大颗哦。百货公司煮汤有点累，算了。百货公司的东西还是会比较好一点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样，然后一个鲑鱼，然后再一个肉，然后再一个什么东西。哦，很贼超哎，丰盛。我们去买熟的寿司那边。走走走，不然等一下我们就干脆买一些那个在车上吃，或在美食街吃也可以。萝卜糕。萝卜糕。它这个看起来比较像手工的啦，可是有点贵，旁边这跟110这样比较起来，这是新埔苑的啊，那你就买便宜的啊。可是这个我没吃过。嗯，宝莱发好像有听过哎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去全联菜，那个不吃。对啊。然后这边是啤酒，卖好多啤酒。好。哇，这边有，其实这个这一瓶佩绿雅是60块，所以我们真的有时候在差点打破，有时候在浪局会一直喝。你说这个，佩绿雅60块一瓶我们在浪局都把它当成每次都，对啊，我每次在浪局都拼命的喝，然后这个，这个全年上次卖才卖20块，哪一个？哦，真的。柠檬水，关心一下蛋价，我看一下蛋，蛋有6颗185的，超贵的，哇，有10颗，我们是全联，平常都在逛全联，我们要乡下，偶尔要逛一下吧，百货公司，啊。我觉得我们这样乡下来超像。不会啊，就觉得什么都贵一点，哪会啊？只有一点，不止一点，就不会什么，就看那个寿司。哪个寿司？这个便当看起来也不错。那个黄光打下来很美。很美。买一盒，他们晚上可以吃。晚上吃寿司？太奢华了吗？到底寿司不行了？可以啦，可以啦。阿佑最爱吃寿司。买一盒寿司，有吗？我们今天买最�贵是这个鱼，300多块。新店蔡琳在挑豆皮寿司。你觉得要买细卷还是买？细卷啊，细卷，你儿子爱吃细卷。你女儿爱吃豆皮，那我总共买2盒吧。买一盒就好了。啊，你不会买蛋细，买蛋的细卷啊？蛋你女儿爱吃，可以啦。我想说买小黄瓜比较安全。你等一下跟鲑鱼放在一起就好了。跟这买的比较安全。好啊。你跟鲑鱼放在一起啦，这样子就有点那个冰块的感觉。走吧。鳗鱼220哦。对。
好。你想想，还有什么？这样就好了吗？买一个什么东西？好。买一个什么配菜？配菜。哎，他有卖 Costco 卖那个很好吃的爆浆香肠，这超贵，他卖超贵吗？卖两倍价。对啊。这边是百货，百货抽成比较多，而且 Costco 的那个包装比较大，所以稍微便宜一点。不过你要买少方便，也是这边买也可以。看，那你可以放那么久，那我吃。哎，看一下可乐，这边可，对啊，好可爱哦。它可乐是卖30块，差不多就是超商的价格。这是什么？哈根达斯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公主的。哦，这有保冷袋啦。哇，这999，这里面的，先把冰箱关起来。哈根达斯的那个冰淇淋，六个口味啊？六个口味吗？2468。你要吃吗？不行，太贵，这一袋要1000块。1000块。太奢华，我们不是在刚开始喝。哦，对哈，我这几天喝很多啤酒。吃什么？包子。那你就买包子给他吃啊。随便应该有包子吧。这么多，他说他吃肉包。肉包啊？他说早餐吗？那你就买综合肉包啊。综合包。对啊。哎，其实对肉包。真的。哇。赚赚。干嘛？哎呦，我们又不是在全联，真的是。杰森，他东西真的很多啦，可是百货公司就是这样子。那我要再买一个什么回去？这样感觉有点少。你说只有今天吗？对啊。这样感觉还少了一个东西。哦，我们刚才买这个小黄瓜的55块。啊，你要买什么？这样感觉会不够吃。好吧，我不知道哎。差不多啦，你家里还有一片肉哎，那片肉蛮大片的，啊、还有一个一块鱼，我觉得差不多咯。那如果不够，我再弄几个那个IKEA的肉丸。好啊，IKEA肉丸吃完啦。吃完了吗？吃完了，上次就吃完了。先这样子啦，不够再说。没关系。好。这，我这就是。我没有在好男人帮我留肉，我到时候。哦，好啊，也是可以。汤子淋的。这是什么哦？还五斤量的，就是日本的啤酒这边。哎，这是黑松沙士风味啤酒。哦，真的哦。黑松沙士。他跟他联名的，就对。应该是。哦，联名的啦。对啊。黑松沙士。台虎最近蛮积极的，看到很多他们的东西。好了，最后我们再跟各位，我再打在标题，看看我们今天花了多少钱。那边有菊村屋哎。哇，这边变好多、哦！我以前都在这边做生意，就这样，拜拜。你要偷买饼干？好，你买一个啊，有时候配咖啡啊。开特价。好啦，拜拜。